你是什么造型？你搞成啥玩意啊？你是超工在家单温打给，想要改创的，煞衰着我哦！哎，这个车查甫足歹，袂如意丢丢迄个小高病啊，领导送人。你是讲啥话？什么所有啦？什么小高病？啊你，你这个小神经！ 你到底是安怎的离婚到啊？无啦，蝴蝶，你莫生气啊！就是阮部的迄个爆炸案啊，伊的头壳甲我同款，碰一个受伤啊，即马啥物拢袂记啊！伊受伤，甲你有啥物伫代啊？你无代无志，带一个失智老人倒来厝的，是要创啥？伊家己有亲人，你会遐尔假暴啊？阿蛋，我头一遍哦看到迄使用人啊，比主人搁较歹呢。 这种朋友的厝哦，你一礼拜咱匹配叫一个叫安怎？这，我开除。你这老翻蛋啊！你到底要讲几届？我不是苏勇，我是少海因太太，是蒋介石奶奶。啥？这个赤白白的小查某，伊真正是你的某？伊就是我的某，蝴蝶。 所以你莫阁冤啦！哎呀，你那这衰啦，娶了这种小查某呢？你跟我点去啊？你骗少华，跟你出来，阮家就已经足超过。你可以伫母聊啊？你即马就甲我出去，你即马就甲我死出去！哎，唔通安尼啊，蝴蝶，我已经通知县姑阿姨啊，伊马上就来啊！我管他一刀下面来，我就是买老弟家。 惊啦，这我不欢迎你。你出去！哎呦喂！谭小姐，你来这尔冷漠，我警告你哦。你好呗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搁继续安尼歇歇叫大细声，免得真正啊。安怎？你要甲我拍死？这是阮家呢。哎，你这个查某，唔若得着小狗病。 你现在唔知道你倒位来的自信呢？你安尼，你还阁好意思安尼就拄我来哦？好啦，我知道你是母的啦，啊，不过你真好运啊，我无你拍查某，啊无你就准我的铁车。哪里你有赶紧走啊？瞬间无杀。哼，今麦我阿袂交见啊，我就是看他被人铁车。你，好啊，蝴蝶，你莫阁骂伊啊，伊拄只伫病院救过我呢，伊人较好诶。 互伊伫遮等仙姑阿姨啦，莫甲伊赶走啊！伊敢真正互人碰一个变空诶，啊！毋过即个陈忠信就算是变做空诶，嘛会是艰苦诶空诶。等一下，我著甲伊试探一下，伊会骨卡哦一定会随手出。好啊，我先去洗洗换衫，你爱甲伊看好着，莫互伊乌白乱叮当出来缀行。袂啦，阮是大人啊，嘛毋是囡仔。 你食饱，应该有气力，会当把这乒乓球分出来啊！我是安怎安尼做？棒棒糖，哦，嘿，没遐尔着急啊！若是你有办法哦，把这乒乓球分出来，这支棒棒糖就是你的啊！哦，这样子哦，行啊，你赶紧的啊！ 啊，毋过我想起来，我较爱食的是棒棒糖的。你敢真笑的？那呢，少华请你食物件，即马你着爱赢这伊上爱食的棒棒糖来送伊，甲伊报答一下，安尼敢有真超过？兄弟，你真正要食这棒棒糖？好，安尼我就赢来互你食。
你不是要替少凡拿这支棒棒糖？别只拿出一支嘴，赶紧分啦！不是啊，我不知分过这個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分呢。你怎么这么憨笨啊？啊，不你做我看。你够点醒啊！你较巧，无你就先做我看。你食到这老啊，连做拢袂晓啊！哦，啊你若遐尼啊敖，你唔着应该先分我看啊，我唔才知影哪分。讲到互你知影，嘴唇拢拍干。那呢，我来。你点点呐、啊？就亲像分垃圾啦。分垃圾。辣椒敢是用烧的啊？我讲的是生日蛋糕迄款辣椒。生日蛋糕？哇，香死你！哦，我想要食蛋糕，蛋糕伫倒位？无蛋糕啦！你唔要死，你要戆呆。我讲的是，人过生日的时阵，拢爱唱生日快乐歌，啊，唱完了后就爱安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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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耶！大将军，你真正有够酷！你独只挑工把乒乓球饲较轻的，害我饭啊，规面拢是面粉。你的心机真正有够大，搁家伫阮面头前假空假戆。无啦，我独只是咧研究呢。研究你的头啊！你根本就是想要害我落亏。哦，诶，物件你传的，啊，你的面怎么变安尼？所以你剛才跳過要害我的喔、欸、你母的心肝真的有夠壞呢。你好大你不要走，你這個死鬼，你還要死鬼，我就沒有你叫我死我死我你空的，你死鬼，你趕快，你好了，假尊公，你甲头阿过都无代志啊！你一个好好人，对一个受伤的人，了咧拍算的，你无大你的背嘛，大你的血呢？那安尼啊，你要赶紧甲这老饭店撮走。少怀，多谢你收留阮爸。是啊，多谢你甲阮通知讲阮爸伫遮。那无，我唔知影会找阮爸找到啥物时阵。董事长，看到你穿起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来来走，卖再交叉白了，行。嘿嘿。你想啊，安尼无缘无故就来，把人的手牵起来，这手牵落来负责的呢？爸，你是安怎了？你别讲公司笑嘞！我稍等嘞，你拄仔叫我啥？叫我爸？哎，唔通安尼呢？你明明看起来比我较济岁呢。爸，阮是你的情人呢。啊，你表姐位
是妈，是你的太太。啊，这位是文瑶，是你的后生。我是超越，我是你的新妇。啊，你跟我们做伙回去好不好？是啦，恁规定我拢唔拜认，啊，我是要对恁回去啦，不拜啦。平的，咱十七八岁就熟识啊，你哪有可能唔爱得我啦？无啦，你叫唔对人啊啦，我唔是叫忠信，我叫胜啊。刘王兄弟，忠信，忠信。你看清楚，看上谁？是我，我是你的太太。我这卡手指是你亲手搞惯的，得讲我是你一世人永远的光啊！我这个手原本手中什么好？我学霸，那是我少年的时阵一时冲动，为着要纠缠单干挂。我搁有跟你讲过，我讲我另外一只手嘛是要留予你的，你会记无？啊？这只都袂记了了。我拜托你别跟我过生日好吗？我真的笑不出来。你那个，我爱搞，刘翔，你别安你好吗？刘翔。休息房间。我不跟你说，你自己要站不在哦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说着说着，目屎就流出来，真是惊死人呢。我刚才有观察过，台东的情形啊，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，就可能是在头壳里面有血块，那块就神经所造成。血块对着神经？那你就是他？詹姆斯，我爸跟我发头会哦。你先别这么紧张。我看担当的情形应该是暂时，不过详细状况是要照过 MRI 才会当评估。所以哦，你先别跟恁亲个，莫因为伊入袂出恁，就比跟恁小恁。担当即马无需要的，就是压力。所以哦，你慢慢啊，比因对你等你。不灵，你放心，我会陪你去姜家，甲伊照顾，顺续观察伊的病情。当然啦，我无可能让人凊彩欺负。嘉诗，阿哥，安尼会害你隔壁中做就无心咧。袂啦，就算讲我甲阮阿姨有啥物冲突，讲开就好啦。毕竟哦，我是姜家的客囝，无问题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我大概贵人，多谢你。胡林，别安尼讲啦，吼，我一当做，我就尽量做，吼，你放心，吼，好。等我搬回去姜家以后，等等遐有啥物状况，我就马上甲恁联络，吼，恁做你放心，嗯。多谢。